我想我对你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了，我觉得现在是时候应该让我们的关系更进一步的发展，不只是工作伙伴这么简单。要是阿曼拉夫人知道了，哈利会郁闷死了。那接下来你准备要怎么处理？随便怎么做都行，只要让他们这辈子都不要再来烦我就好了。他们？你说的也包括阿孟长吗？Hater